有一个难题，就是我现在就摆不平，就是这个修行和工作这个问题，我就没法平衡。就是现在因为就是每天这个时间光这个早，你看早晚念经啊，做功课，还要念小房子，我现在真的工作，我现在就没有能力，没有精力去这个去搞好工作了。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你要是不投入到工作当中呢，可能过一段就要下岗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如果你不想下岗，那你就好好工作。如果你有能力的，那么你就好好修心，就这么简单，自己去把它平衡。这时间不够用哎。不能平衡，那就是没有智慧。时间像海绵，靠挤的，时间是挤得出来的。好了，听得懂吗？哎呀，真的挤不出来，我已经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这个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少睡点觉吧，你一天能够睡八小时觉嘛就可以了。没，哪能休睡八个小时啊？五点钟就要起床做功课，然后七点钟去上班，晚上八点钟回来再做功课，再念小房子，没有时间的，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，还睡觉的时间呢。我问你几点钟睡觉啊？十一点以后啊，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左右吧。你就算十一点吧，十一点睡到早上五点钟。对，六个小时。对，然后六点钟开始做功课，做到七点钟，一次早饭去上班，然后八点钟下班回来做功课。嗯，路上不能念，路上不能念，路上为什么不念啊？路上第一，我觉得路上比较吵，你念经不太好。第二，路上的时间就用来听你的录音呢，路上的时间。啊，是这样。好了，录音也能加起来。我那个工作就是是一个很有压力的工作，就是我那个工作，他就要求你下了班。也得把时间用到工作，不然你这个工作是干不好的。知道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真的没有时间。知道了。我的工作就面临着马上就要被白白的归于禁忌了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我告诉你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没时间念经，我要好好修行，怎么着？我们这里经常有人的，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，好好念经的。你把住这个地方，你以为这是好的？有时候你换了一个地方，你还不知道，就像人一样的，嗯，人在不了解他的时候，以为他是好的不得了呢，那了解他之后，你不觉得他这么好啊？你换一个环境不一定是比你现在环境差，你现在老把住这个地方，你能发现到新的地方吗？哦，很简单的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明白了，很简单。